把门关上，大声读出来。好，朋友们，今天呢发一趟车。今天呢是周末，没到，今天是星期五，明天星期六，明天呢大多数朋友不上班，当然了，有些朋友呢可能还得去加班啊。我明天呢上午一件事儿，晚上一件事儿。上午10点，在北航带领这个海选的这支业余联队呢，是对北航校队。这是我们出征韩国首尔之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有可能章鱼呢会现场直播啊。其实直播这个概念呢，并不是说这个水平有多高啊，它毕竟是业余比赛。最主要的也就是说，希望呢通过这样的直播，不管有多少人看，然后呈现出来呢中国业余足球的一个场景啊，大家一起感受一下。因为可能有的朋友啊，平常只看世界杯、欧洲杯、美洲杯、欧冠、英超、意甲、法甲、德甲、中超、中甲，平常呢很少能够看到业余的比赛，是吧？但我个人觉得呢，中国业余足球、社会足球呢，是中国足球必要的组成部分。就像南海自古呢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一样，说一个国家如果就是即便说只有国家队啊成绩好，它真的代表不了这个国家整体足球的发展水平啊。你要说要想说提高国家队的成绩，你要不然你规划呀，对不对？你花钱呢，砸呀，是吧？一场比赛给个3000万奖金，是吧？国家队打啊，联赛停啊，就直接就冲。那我觉得呀，八九不离十啊，回回呢你就说进不去也差不多能够着门。但有什么意义呢？要说打进世界杯，中国队打进过世界杯啊，2002年你没看到吗？你没出生吗？难道打进去了又怎么样啊？被打回来了，打回来嘛又怎么样啊？完了就是一直到现在15年过去了呗，就这样，是吧？但是业余足球呢，我觉得它最至少能够让更多的人身体力行，能够投身到足球运动当中，然后呢能够在全社会呢形成一个足球的气氛啊，形成这种氛围。这种氛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它并不是说一定说国家队的这个最高水平啊能够呈现出来，你中国拿那么多金牌，你中国是体育强国吗？你中国人的整体的体质就提高了吗？对吧？你中国，你因为体育，你就在世界上，你就成为了多么伟大的事情吗？不是那么回事，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当然希望国足有一个好的成绩，对不对？但是呢，你要想长治，所谓长治久安。你别说最近严打啊，哥儿几个全，社会治安都好了，啊，哥儿几个这都安居乐业了。等这严打过去之后，发现依然如故，对不对？你说有这几个电信诈骗，我一看到这个新闻，我心在流血呀。你说因为6000块钱、9000块钱，最后把人家年纪轻轻的孩子给逼死了。挺难受的一件事情，你骗子是不是可恨？他妈太可恨，自古都有。但是你得打击呀，你得干他们呀。这些不遵纪守法的，你得弄他们呀。另外一个，你要就是只有骗子，
没有这些信息出卖的、信息泄露的这些不良机构、不法之人，你怎么可能呢？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也为这两个孩子感到可惜。你说都大学生了，是吧？收到了短信，然后就听信了，就一步一步呢，就跌落了圈套。你说他单纯，人是可以单纯，但是人不能没有思想。那就说，你说，可是你又没法怨他们，你说怎么怨他们呢？那可能他确实不知道。所以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呀发展确实太快了，啊，这些高科技的玩意儿，给这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这些骗子以更多的这种骗人的这种手段，同时呢，给那些呀相对来讲，啊，这方面接触少的，啊，然后可能思想比较单纯、比较质朴的，这些人呢，也相当于是啊埋下了祸根。也许呢，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反正呢，哎，算了，不说了，聊聊足球吧，啊，聊聊足球。最近呢有两个消息，一个消息呢说里皮也要回来，啊，重新呢入主恒大，啊，还有一个消息呢，反正真的假的现在不清楚啊，说是李铁可能要让出帅位，啊，找曼奇尼。这两件事情呢都是荒信啊，正常情况下呢，我这个人呢不愿意讨论荒信，所以呢我不具体说啊，我不具体说谁是谁。我只是说呢，就是一个俱乐部什么情况下换教练啊，首先明确呢，这个教练呢至于一支球队的作用啊，至于一支球队的作用，这种作用啊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在现有人员的基础之上，通过教练的指挥啊训练，让这支队伍呢能够踢出符合纸面实力甚至超出纸面实力的这样的成绩啊，这个教练的基本功用是在这儿。说如果说不是这样，那就不对了，是吧？人这个本身这些队员是80分的，你来一教练最后得65，那你这个教练在这作用就不大，甚至是反作用。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一点呢，就是一个教练呢，一个好的教练，他一定是让这支队伍啊最终拥有一种性格和个性，这个比较难啊。有的教练可能啊来了也可以啊，成绩救火队员呢啊，迅速的把这个成绩给带起来点啊，什么保级深渊的啊给带出来呀，然后什么打不进前六的给打进前六了啊，然后平常夺不了冠军的老得亚军的最后给带到冠军了等等。这些教练呢确实完成了他之于纸面实力的一个成绩的提升啊，这是基础。但是呢不见得每一个教练最终啊都能把一支队伍塑造成为具有鲜明个性和性格的这样的队伍。那么鲜明个性和性格呢，实际上是传统的一种初级阶段啊。说什么是传统，哈哈，什么是传统，传统一定是什么是底蕴，什么是传统，底蕴和传统一定是基于你这个队本身有非常强大的个性和性格特征，明白吗？战术风格也好，精神斗志也好啊，还有这个足球比赛的这种打法的追求也好，是吧？这是啊第二层级啊，这是第二层级。那么作为教练的第三层级是什么呢？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啊。第三层级就是根本不就是说不动，就是基本上啊我不用动啊，不用动。什么叫不用动呢？有团队啊，这个你给我弄体能，这个你给我弄进攻，这个你给我抓防守，这个你给我做视频分析啊，这个你给我做后勤，这个你给我做医疗，这叫什么？这叫基本上就是一指挥，啪噼啪五四的，底下人叮咣五四全给干了，明白吗？
这样的教练完成什么呢？完成就是说过来看看，哎，状态不错，他可以杨坚就对手，今儿四五幺谁先上，你上打。哎，比赛的时候这有点不对，换人，60分钟换人，换上一个夹子扎伊下来啊，这个什么瓦伦西亚上去。哎，完事儿参加个发布会啊，这场比赛啊，我们回去好好总结啊，这是教练的第三层级啊，这是教练的第三层级。那么呢，从某种角度来讲，里皮一定是接近于第三层级啊，是接近于第三层级。那么第一呢，就是里皮一个教练，第一他一定呢是在过往的执教经历过程当中，他见多识广啊，见多识广是非常重要的，见多识广是非常重要的。见多识广呢取决于两个层面，第一就是我做球员的时候啊，哥们儿踢过世界杯啊，哥们儿踢过欧冠决赛啊，哥们儿得过五大联赛 MVP 啊，就像这个哥们儿曾经入围过金球奖啊，类似这个是球员时代的辉煌。这种教练呢好就好在哪儿呢，他呢比较容易能够摸清楚场上队员，尤其是优秀队员的心理啊，包括他微小的一些技术动作所体现出来的背后的啊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啊，包括竞技状态。这个呢是因为他亲身经历过，他所有的这些眼前的呈现都曾经在他身上真实的发生过。这样的话，他对于比赛的认知，对于球员的认知，对于阵型打法不同时候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种策略，双方比赛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波动，他能够准确的把握啊，这是见多识广啊。很多的教练啊，你比方西蒙尼啊，应该说呢在踢球的时候就是非常不错的这个教练啊，不是队员啊，挂掉了啊，也差不多如此啊。安切洛蒂你当年也是这个跟意大利国家队拿过1982年世界杯的，闹着玩呢是不是。还有一种教练呢，他呀踢球的时候那么回事啊，踢球的时候那么回事，没什么说这个特别闪光的部分，但是最终呢他走上了教练道路，并且呢赢得一个一个的冠军啊，赢得一个一个的冠军。那么有人说了，说你踢球的时候一般，怎么当教练能当这么好呢？那我告诉你是这样啊，他在踢球的时候他一定就是一个非常善于思考的人啊，非常善于思考和总结的人。从中国到国外，我个人觉得啊，凡是干职业球员的基本上离开训练场和比赛场不太想足球的事儿啊，这可能是一个常态啊，这是一个常态。这就好比很多人呢下了班之后啊，小鸟一样飞出这个公司，然后接下来投入茫茫的这个夜色，然后接下来就不再想工作了，是不是就不再想工作了。完事呢等第二天早上一推门进公司的时候再想，呀昨天这个报表啊，昨天这 PPT 啊，啊这个订单啊，啊然后这个合同啊，再去这么想，是吧。所以这种员工呢一辈子当不了老板，一辈子当不了老板啊。那么国外呢把这个教练呢叫 manager 啊，这 manager 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是一个组织 organize 啊，它是一个组织。实际上教练说你天天就琢磨技术战术，这个一般来讲啊，你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助理教练，但你成为不了一个 manager 啊。manager 呢一定是、啊、一个非常这个视野比较宽阔啊，既有技战术，然后又有人情世故，然后对于周遭的所有环境的这种认知啊，自我的认知都非常清晰，然后在人与人之间，人和球之间这个关系处理啊，有它独到的地方啊。
所以这样的人呢，他就能够成为比较不错的一个教练员啊。那么国际上这样的人那比较多了，是吧？福格森踢球踢怎么样？不怎么样。穆里尼奥踢球怎么样？你看穆里尼奥那停球啊，那跟那个斯托伊科维奇怎么比？比不了啊。但是他在其他方面他善于思考，更何况像穆里尼奥呢，他在巨人身边工作过，是吧？范加尔早年间，哎，他呢，他融会贯通。很多人呢，就像你，很多的知识是从书里得到的，对不对？我说的对不对？你说很多东西都是从书里得到的，对不对？或者你听别人讲的，对不对？没关系，书里得到的，书中自有黄金屋，是吧？听人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也就是说什么呢？一个善于像海绵一样汲取养分的水分的这样的一个人，最终呢，他把这些东西幻化成为自己的智慧，啊，然后呢，又有自己的独立的思考，这样的一种认识过程，实际上是完美的认识过程。那可能穆里尼奥就属于这样的人，啊，属于这样的人。那么里皮和斯科拉里之间的区别啊，里皮和斯科拉里之间的区别，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西服和那一件大汗衫的区别。就是西服和一件大汗衫的区别，啊，大菲尔啊，大礼不及小让啊，所谓啊，那么回事，你明白吗？你说你当好歹也是个教练是吧？弄一大衬衫啊，不是大这个大 T 恤衫啊，完了你还非弄个，明知道自己这爱出汗，还非弄个浅色，你弄一深色的，你看我这都出汗掉水了都，是吧？所以呢，像这个啊，就属于啊。怎么说呢，就是他可能不太在意这些东西，但恰恰呢，这些呢，他其实他潜移默化的，他是影响了一些东西，他影响了一些东西，比如说他的规整性啊，严谨程度，是吧？然后比如说他的这种气场啊这种气质啊等等，他这些呢，你看上去好像没什么关系，说我光膀子我牛逼，我光膀子我也能指挥赢比赛，没问题啊，你这么说的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从某种角度来讲呢，在职业赛场上，其实很多情况下是取决于你一个综合的效应，取决于一个综合的效应。穆里尼奥这个人为人呢，我们姑且不说，他有的时候他会把责任往外推，你看没有？没有一场比赛他认为说这事儿啊是我们的错，他一定不是往对手上推，就是往裁判上推，是吧？再不就是观众，我觉得我们伦敦的观众有点太安静了啊，他往外推，为什么呢？凡是往外推的时候。那就是他承受失败压力的时候，他往外释放，那他往外释放，他自我暗示说这事儿输了不怨我啊，是这问题那问题，这问题这问题那问题，同时呢，他也不把这责任呢更多的转嫁给队员啊，让人觉得哎，这事儿反正虽然瞪着眼睛胡说吧，但他知道他终极的目的是什么，所以穆里尼奥这个人呢是活得非常的明白的一个人，这个人明白就明白到什么程度呢？他只要结果，他只要他想要的结果，至于说是什么方式，他只要不违背公序良俗啊，违背规则规定，他就能够去努力的追求，即使说有人会有非议。当然，这个人呢，我不欣赏啊，我这个人也不是这样的人，我有时候呢，我还要点脸啊。知识分子那臭穷酸劲儿还有啊，我要脸呐、啊！就说这个事儿呢，确实不应该这么做。即使我很想得到，但是我不能，明白吗？我很喜欢一个女神，但我不能潜规则，因为我要脸。我很想挣钱，但是我不能够挣昧良心的钱，因为我要脸呐、啊！我这个要脸不知道耽误我挣了多少钱啊！但是我就这德行啊，你知道吗？就这样啊。那么呢？跟穆里尼奥相似的有一个人，曾经给中国足球带来了无限的辉煌，就是米卢。米卢这个人在很多情况下跟穆里尼奥很像，肉烂嘴不烂，啊，而且永远都把责任往外推，啊，完了永远都会给自己找辙。我记得他刚来的时候啊，带中国队在工体打这个中韩对抗赛，把那场比赛输了。啊，中国队主场输了，按说你就别说了吧，输了，
然后呢，他完了这个比赛一结束，我跟着他，那时候我们俩比较熟，我跟着他这个，他往那个新闻发布厅走，然后他就跟我说，哎 ，tell me， 啊 ，who is the best player in this match？ 啊，他告诉他问我，他说，哎，你告诉我谁是这场比赛这个最佳球员啊？我说那不公布了吗？韩国那门将嘛，我大一耸肩，对吧？对方的 goalkeeper 是 the best player， 说明什么呢？说明 we are very strong， 啊，我们他妈光光的干他们，要不然怎么他那守门员能成为最佳守门员、最佳球员呢？能成为本场比赛 MVP 呢？你看没有？他对我这么说，他肯定对队员也这么说，对不对？他对自己也这么说，他说我们非常棒，啊 ，very strong。我们让对方门将最后能成为本场 MVP， 你看没有？就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你可以到什么程度呢？打乒乓球啊！我那个时候呢，我跟他在一块呢，说句老实话啊，咱说句实在话啊，哥们儿从来不问他关于国家队的什么内幕。我要问内幕，问独家，我他妈全能问着啊！他第一有一红颜知己，第二我就是他的蓝颜知己。他后来我问他，我说为什么中国有300多采访国家队的记者，那女的我就不说了啊，因为有性别的吸引。我说为什么男的你愿意跟我接触？米卢跟我说的非常实在，他说路，因为你从来不问我关于国家队的事儿。哥们儿本来刚想问他两件事，我说下期集训名单还有谁，我一看他这么说，我说那波了，你知道哥们儿，我干这行我不是为了抢新闻，我为了交朋友 ，make friends with each other， 你明白吗？哥们儿，你这还看不清楚吗？哎，你下期集训你还要招谁？不是，这开玩笑啊，这开玩笑啊，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啊。平常没事你干嘛呢？打乒乓球啊？你说你家一塞尔维亚人，你妈跟我中国人，你打乒乓球，你是不是作死的吗？对吧？我他妈校队的时候，我当时我是小学的。我小学校队我就会高抛，哥们打他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明白吗？而且就是当我就是当这个这是王浩啊还是刘国梁我忘了啊，当他们会直拍反打的时候，他们打我看见的第三天，我在业余的乒乓球水泥案子上我就直拍反打就会了，就是我这个东西对不是我这个东西啊，就我对这个乒乓球这个东西，我这个天生的这个独到的地方，明白吗？你握拍之后，你这个后边得抱一个球，你明白吗？直拍后边得有一个握进一个球的这个感觉，你明白吗？我这直拍反打就给在业余的这个乒乓球的这个比赛当中，就我这个直拍反打给很多人打神经病，他就不知道这个球是怎么过来的，因为我是正手啊，正手握拍啊，不是这个直板。啊，不是横拍，不是大刀，明白吗？我是这个直拍，但直拍我又反打，我用侧面，不是侧面，背面，我打这哥们推我反手，那意思就是说反手对于直拍来讲只能搓回去，是不是？是不是只能搓回去，对不对？但哥们直接就打回去，而且还抬内拉，哎呦我天，内拉，瓦拉内，明白吗？说我打他没有问题，但他妈我回回输他。我会输他，为什么呢？他们规则老变。你说，我们开始打多少？打21个球，完了呢？我这个他十就是偶尔有一次，比方说他11-10领，11-9领先。人家说他赢了一球之后11-9领暂时领先我，但因为我是后发制人的，然后他11-9之后，他马上哦 ，ball win the game， 嘎跑。哎，我说别，21个球不是 ？No no。No, 11, 我说行，那11就11, 啊 ，11我咣咣我11-4，我11-4领先到11，我说 OK, 1-1, 21, go on play， 你说他这怎么弄？完了，你说发球擦网啊，得重发，对不对？他发球擦网，哥们儿把球挑过去。你重发那意思，哎，你输了。我说你这是擦网 ，no， 没擦网，非常，你看，
a little bit, a little bit, above the neck, a little bit, 就这么着，你说你遇到这个这么人，啊，他就为了赢，他就为了赢啊，我打保龄也是，打保龄我说你先打，行，嘟，我打保龄是飞碟，你明白吗？从台中国台湾引进的飞碟打法，咔家伙两，我想想啊，一个两个几个孔啊，有就是一般是仨孔嘛，插进去，对不对？就仨孔，我不是，我就是我大拇指我不进去，我就是两个指头，我扔出去的那种，你明白吗？那种就是什么龙卷风，你明白吗？就龙卷风过哪儿就绝对就是完全都给一片扫平，这哥们儿嘎扔出去的大直线，直接这个掉沟里去了。我说 OK 零分是吧？该我了 ？No 啊 ，It's just a test。我操，说这只是试啊，就这么一个人，就这么一个人呢？你别忘了，他把中国队带进世界杯了，你就反思一下啊。你反思一下，为什么米卢能把中国队带进世界杯？米卢的训练，你说有什么吗？我训练，我觉得我看了他一年多的训练，说句实在话，真没什么，真没什么，而且老变。说今儿上午开一个教练准备会啊，说下午咱们训练，第一啊，先练这个传接球啊，第二呢练整体阵型啊，第三呢咱们练练定位球。一到训练场变了，今天咱们干嘛？咱们 happy。咱们玩网式足球，分波分火，赶紧的。得，这金志扬啊，池上斌这面面相觑，没办法，人家主教练接着把打玩一下午啊，网式足球给光五四的嘎嘎嘎乐的，完事儿就把中国队带进世界杯了。你觉得奇怪吗？我告诉你啊，不奇怪。当然米卢他也认真也做过一些事情啊，你比如说刚来中国的时候，他说中国这个没有这个阵型保持啊，每个人之间间距六米啊，前后六米，左右六米，啪四四二哈，他说这怎么练呢？这个他忽然间想起来给绑起来练。我说大哥，你是不是以前是驯兽的呀？这他妈是活人，怎么能绑起来？他说 no， 他只有这种方法啊，人有时候有动物属性，你就看我的吧。他真是找来那两大根绳子，好几十米啊，把这个四后卫绑起来，绑腰上，绑一圈，拎出去六米，绑第二个人，再拎出六米，绑第三个人。后面那前卫也是四个前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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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俊哲了，什么什么李铁了，什么的，哎，李霄鹏什么的，那绑上，都绑上，然后就。这两串啊，跟那一个藤上的蚂蚱似的，两串啊，一个四个后卫，四个前卫，哎，他就吹哨，嘟，往左移，哒，你想有一个跑，那边不跑就得摔倒啊，这六个，这哥四个，嘎，往这边移，这边也往这边移，往那边走，哒哒，让我想起来你们当年在皇宫里边啊，皇上跟这走哪儿练兵啊，就这么练，啊，就这么练。居然呢，就给中国队给练到世界杯里边去了。他为什么？我告诉你，他为什么？他有两点值得非常可贵，他有两点非常可贵。就第一点，他琢磨人呢，啊，他觉得他道理很简单，你们球是谁踢的？球是人踢的。好，那么一个人。用什么方式踢球取决于什么？用多大力气踢球取决于什么？有人说取决奖金，是，除了奖金呢，心情，啊，心情，就当你的心情特别愉悦，你愿意为这个集体，愿意跟这波一波人一块战斗的时候，哎，你就会觉得你焕发出了很多的那种热情、激情，乃至于心底里边、身体里边那种潜能。米卢是琢磨人啊，琢磨人。看人下菜碟，哎，看人下菜碟。你看那棱子，他一般呢，他先跟你横一下，他发现对方不吃他这一套，开始软，开始玩软的。完了，你看那个三角踹不出个屁来吧，反正平天也不说话，那是闷练的是吧？他跟你逗开心了，他跟你逗开心。有的那就皮子啊，那皮子说你呀、啊，那皮紧，每天就这么贱样。教练，你打我一趟呗，你打我呗，你不打我不知道该怎么踢。像这个，米卢光光的，哎
严厉呵斥。这东西就是他妈高级的东西，就是高级的东西。为什么？教育本身核心应该是区别对待啊！中国教育这么多年为什么存在这么多问题，就是没有区别对待，没有把每一个受教育的个体当做真正的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而把群一群人大课300多人啊，讲一样的内容，用同样的口气，用同样的语气，用同样的方法，最后教出来的就有的人适应的咔出来了，有的人一辈子跟那咔咔记笔记写听哈哈也跟着乐，最后他妈什么都没学成。区别对待啊，区别对待这种方式米卢做的非常到位啊，非常到位。而且米卢非常知道中国人，中国一个人，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就一条虫，是吧？为什么咱集体项目除了女排基本上全不灵？为什么呢？因为这人多嘴杂啊，这咱们民族的劣根性啊，咱民族有很多优秀的传统，对不对？吃苦耐劳啊，隐忍啊等等的啊，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劣根啊，这种劣根性呢米卢非常清晰的就捕捉到了，因为本身他也具备，塞尔维亚人跟中国人差不多，他一个世界人啊，很早就离开祖国了，其实也没什么这个家乡祖国荣誉概念，他就是一个生存，他就是为了生存。当一个人为了生存而努力的时候，他只要不犯法，他一定他会很精细的知道自己要什么啊。所以呢他知道一来这一发现，巴黎看郝海东啊，范志毅啊，这是俩大佬啊，一山难容二虎，俩大佬道听途说之前呢有点这叫什么呢，有点这个历史的原因啊，导致于俩人呢这个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又得在一个国家队里边，这不行，这解决不了，这最后就是两颗定时和不定时炸弹呢。哎，然后米卢很轻松的啊就把这个范志毅和郝海东给捏一块了，这是厉害，明白吗？你天天让他们俩练啊，练的那浑身都有足够的劲儿，踢不到一块儿去，一加一等于0.47，有什么用哈、啊？人家把这哥俩捏合成一架，一加一等于3.25，齐了啊！这就是什么？功夫在室外，功夫在室外。你要看米卢的训练，能给你气死啊，能给你急死。但是他总结了一点，最终球是谁踢的？球是人踢的，让人舒服啊，让人舒服，让人呢鼓足勇气干劲，团结在一起干，他就解决了这么两个问题，明白吗？如果说一定说还有第三个，我告诉你，他表面上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但是我告诉你，他跟斯科拉里有截然不同的区别。斯科拉里的固执是真固执啊，像屎蹶子一样硬啊，咬屎蹶子硬犟啊。但是米卢呢是外表 no， 你跟他说什么 no， 我你那个波儿啊，我觉得这个杨晨呐、啊，我个人觉得你让他踢边儿，不如让他踢中锋 no， Ambola， listen to me，I tell you why， 哇，他给你兵光五四讲一套，好了，我不说了，行了，我不说了，行了吗？不说，继续，来喝点东西，来，喝完了之后，啊，走的时候突然间问你 ，Hi， Lou， I think you are right， next match， Yang， in the middle， OK。他完事儿，他通过自己的脑子反思，哎呦，这哥们儿提这东西可能有点意思啊，一琢磨有可能，哎，他接受了，嘿嘿，明白吗？这是假固执啊，这是假固执。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人，他知道谁要帮他啊，和谁也谁也没想害他，他知道有人帮他，有人帮他，他就应该接受。为什么？这对自己有好处。你要知道你想拥有什么你就去追求什么，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有人给我一个很好的建议，我为什么要拒绝？我为什么要拒绝？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米卢，这就是米卢，它有别于很多的外教，更有别于很多的本土的教练。
那么接下来高洪波和米卢之间差什么呢？简单说吧，差一个我啊。不是，我说完这个呢，肯定你看你还要装逼，讨厌，特别讨厌。是我在装逼，谢谢你，你真懂幽默，好吧？啊 ，OK。那么接下来说，里皮来取代斯科拉里是不是可能的？我认为当然可能，我认为当然可能。基于两点，第一点，斯科拉里自己说了，我要，明年我要回去了。哎呀，要没电了，那今儿车就发到这儿了，好吧？各位，谢谢啊。哎，等一下，我换个电池要吗？加点油啊！那么第一呢，是基于呢这个斯科拉里，人家说了啊，斯科拉里这个头俩月说，我美广州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啊 ，It's a very beautiful city 啊，I want stay forever 啊。那他说我愿意留在广州啊，怎么样？说这么多啊，但是紧接着说呢啊，明年我要回去了，回老家了。这说明这之间呢，他得到明示或者暗示，说大哥差不多得了，别闹了，就是今年年底啊，就这样，哈哈，再见啊，再见。从里皮到斯科拉里啊，从里皮到卡纳瓦罗到斯科拉里，恒大再往上走怎么办？怎么走？两个世界冠军教练，两个世界杯冠军的主教练，加上一个世界杯冠军的主力队长 MVP， 还找谁？找谁？找佩莱格里尼，还是阿莱格里，还是曼奇尼，还什么？行吗？行吗？不符合新三板的要求，明白吗？玩就得已经顶到一亿飘十亿了，绝对不能再打2000万、4000万和8000万的牌了，明白吗？已经飘到这儿了，所以呢，说里皮回来是可以的啊，是可以。希丁克啊，可能也还凑，也可以，毕竟世界杯打进过四强，但最近状态一般啊。啊，在这种状况下呢，我觉得里皮的回归，我得佩服一个人，许家印啊。广州恒大没给我一分钱公关费啊，我也没收过任何俱乐部的公关费啊，但我愿意啊，我愿意呢，在这件事情上，我给这个许家印呢一个另眼相看啊，许家印啊，爱马仕那个动作啊，爱马仕那个，在人民大会堂前面那个，我跟你讲，这个。他不是说多娘，你明白吗？就是魄力，明白吗？就是他主要因为跨往前送，主要送的是什么呢？送的是肚脐，肚脐那个位置是什么呢？是爱马仕 H 许家印曾经呢，你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呢去评价这个人啊。我通过几件事，第一件事，这哥们儿啊。有点情怀啊，虽然说情怀这个词已经被用烂了啊，用烂了，但是你不得不说呢，世界上呢，在人的内心当中还有情怀这样一种物质啊。那么这个情怀体现什么呢？许家印啊，小时候看中国女排，就跟我小时候也看中国女排啊，对郎平啊、孙晋芳啊、曹艳华，不是曹艳华打乒乓球的啊，梁艳呢、啊。侯玉珠啊，陈雅琼啊，反正就这些人吧，啊，还是有这样的一种，年少时候的那样的一种
崇拜，有会有的，会有的啊，就跟你很多人现在小孩喜欢什么，这个周杰伦呢，那差不了太多啊，陪伴他成长的。许家印有钱了，忽然间想起来他这个女排这个情怀，啊，所以你说是他是为了建了一个队去找郎平，还是为了说愿意完成自己年少时候这个跟偶像的一个近距离的接触，为偶像做点事儿，为郎平而建了一支球队，啊，我更愿意相信的是后者，是后者啊。虽然说现在恒大女排已经是坐古了啊，但是你不得不说，在几年之前啊，正因为有许家印的召唤，郎平郎指导啊，才从美利坚合众国啊回到了中国，回到中国。在此之前呢，他因为带美国队打奥运会啊，受到饱受非议。这个时候，许家印伸出了援助的手啊，当然手上有很多钱啊，没钱你也干不成这个事儿。你说我有情怀，郎导，你来我们家吃顿饭吧，也就最多就是这样。但是你肯定不能有这样那种有给大了的那种爱马仕的感觉是没有的，哈哈。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呢，我认为第一他有点情怀，第二呢，他有时候做事啊，他出人意料，明白吗？出人意料。里皮当初离开广州恒大，他要是和谐的，我是孙子，他一定是双方之间呢出了点什么问题啊，有点不同的看法。你比方说里皮，咱说句实在话啊，儿子就做经纪人的啊，来中国干足球的没有一个不是为钱的啊，你是里皮外皮啊，是什么什么皮我不管，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是真理，这也正常。那么里皮呢，儿子你在这运作一下啊，然后呢迪亚曼蒂啊，吉拉蒂诺呀，这些拿来花了不少钱，这里边里皮一点没拿，我不信。他儿子至少也人都是一样，意大利是欧洲中国人，意大利人是欧洲中国人，明白吗？英格兰是欧洲中国队，这你得分清楚，好吗？分清楚啊。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呢，那么里皮呢，这个肯定是有一点什么的这种啊，彼此之间呢，反正心照不宣啊，心照不宣。但是呢，你做的事儿我也清楚啊，但是念你呢，哎，打得不错啊，亚冠冠军。完了这事儿呢，那边呢也见好就收，说这往下走啊，万一哪天崩了，也要脸呢，对不对？好啊，啊，把卡纳瓦罗弄来，你说这事儿闹的，他开始说卡纳瓦罗当执行教练啊，他坐山观虎斗。结果走着走着，卡纳瓦罗能来了，好，走了自己干嘛？回去享受天伦之乐去。Oh my god， 享受天伦之乐啊！您的外援都听您的，买来了；您执行教练听您的，也挖来了，钱巴巴都给付了。完事儿，你说你走了，你说你走了，你这事儿呢，其实闪了大哥一刀。但是呢，许家印呢，居然如果说现在他能把里皮再请回来，这是谁呀？这不是阿布吗？这不就是阿布吗？是吧？当初呢，穆里尼奥被阿布给解雇了啊，出去转一圈之后，又回到斯坦福桥，就说阿布呢，你甭管最后可能这结局不是很好，但你别忘了，至少人家拿了冠军了，对不对？都拿过英超冠军，但虽然二次又被解雇了，那也是没有办法。接下来这个话题就是，当一个俱乐部要解雇一个教练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因为人际矛盾，有的时候也是因为实在没。五连败都没给你解雇，说句实在话够意思。但是十轮如果只赢一场球，进三个球，真的没法再扛了。毕竟那是钱，那老板扔的钱是想实现什么，不是说让你来测试一个俱乐部有多的耐心，不是让你来积累经验，明白吗？所以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也就这样了，好吧？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呢，也别着急，好吧？这是桃啊，桃。为什么我今天为什么吃它？因为我一看买了很长时间了，一直塞在冰箱的角落里边，我一看过期是9月份。你知道我这个人不把钱当钱当命的，
一个罐头多少钱？好几块钱，怎么能浪费呢？怎么能让它过期呢？必须吃下去。我顺便说一句啊，这个好像这个十男九痔啊，包括女的里边也十男二三痔吧，也都有。我没有啊，我给大家出个偏方，就如果说你有痔啊，内痔外痔混合痔都没关系，去买点黄桃，别买罐头啊，罐头不管用，因为加了很多添加剂，买点鲜黄桃，哎，两个黄桃吃下去，就跟两个黄鹂鸣翠柳一样，马上很快特别通透啊，你再也不如若针毡，明白吗？这好了，还最后还有几分钟时间，我呢再聊一聊中韩业余足球对抗赛。有人说了，一场他妈这业余比赛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谁看呢？没关系大哥，没说一定要让你看，明白吗？有些东西的价值是可以分享，而有一些东西的价值就是谁做谁知道，谁做谁知道，玩是快乐，认真的玩是幸福，明白吗？玩是快乐。什么叫玩？玩踢球啊，踢呀踢呀，外脚背内脚背咔咔踢，这是快乐啊。什么是幸福呢？当做一件事儿去做。什么叫当做一件事儿做？就是煞有介事，明白吗？就是煞有介事。我告诉你，煞有介事是人生的一个大的境界，就装逼嘛。但是装逼分两种，一种就只是装逼，一种是不仅要装，还要成为，不是，还要努力的去做，明白吗？哎，我呢就属于后者，我把这场比赛，我不管你们怎么看，因为 nothing to do with you， 我把它当做一场真正的较量。有人说你这业余的，你有什么可？不，你他妈跟你邻居打架，就不是真正的打架了吗？就一定得是泰森跟霍利菲尔德打才叫打架吗？不对，业余比赛，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同样面对着第一对手的技术战术，你的技术战术，你组队训练比赛首发阵容战术的安排，临场的指挥换人，对方的实力特点啊，攻击的方式，防守的阵型，所有这些包括主场客场的区别，对吧？比赛的心理准备一样一样。我们一支业余球队备战中韩业余对抗赛和国足备战韩国没区别，区别在哪儿？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好的条件，我们赢了也没有那么多的奖金，我们输了也不会承担那么大的责任，区别只在这儿。而至于足球的本质的东西没有区别， The same。 所以你必须要认真的去做，哪怕输你也要认真的去做，因为你认真做了，你输了，你才能知道真正你差在哪儿。所以我看了三遍韩国对手的录像，然后我分析我们热身赛比赛当中的问题，一个一个小视频发到群里跟队员交流，我想传递给队员的就是一辈子，如果你爱足球，你没有几次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机会是什么？就是你输也没什么。中国输给韩国32年，国家队32年不赢韩国，你一支业余队你不赢又怎么了？但是如果你赢了呢？赢了你就牛逼呀，你可以吹一辈子牛逼呀，就这么简单。人活一世，不就是等到最后风烛残年的时候，坐他妈摇椅上拼命的摇椅也不动的时候，
你仍然可以跟你膝下的儿女吹几个牛逼，不就是这个吗？还有什么吗？没有什么。到头来那些钱，那些所谓的名，那些所谓睡过的女人或者睡过的男人，其实都是过眼烟云。只有你自己全情投入做的一些事情，这件事情还能够站在一个高度上，然后你把它给实现了，你超越了，你做了最好的自己，你干掉了比你强大的对手，你心满意足，这就是最美好的人生。明天上午10点，海选的业余联队在北航对北航校队，北航校队是大足联赛专业组，或者叫甲组啊，这个北区亚军仅仅输给了北理工，全国第三仅仅落后于北理工跟河海，我们跟他们打一场热身赛，这是出国之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上午10点，张宇直播，看一看。以前呢都是急刹车，今天呢缓一场，聊了一些东西，有的人觉得没意思，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屁，有人觉得啊还是有收获，你可以把它当成蜜。我说了，决定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的是什么呢？是价值判断，就是你有足够的能力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香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臭的，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没有意义的。